陈其迈在高雄市议会进行市长施政报告与质询，国民党高市议会党团成员火力全开，锁定山陀儿风灾来个总检讨。他们这几天疯狂的打电话到应变中心，到1999，想知道我家什么时候复电复水，通通被你们转出去。你们是这次山陀儿台风认证的陈总经，送给你礼物。国民党议员准备电话送给陈其迈，突然。没确定是否幕僚和民进党议员有没有接好，蓝营议员就放手，电话直接掉在地上。连总统和中央官员有没有到高雄勘灾，都能被蓝营做文章。而这一段质询衍生案外案，我在勘灾也有颜色的区分吗？国民党高市议员王耀玉检讨是否通知议员勘灾分蓝绿，绿营议员脸书PO出王耀玉的行程，五号台风天出现在屏东方山。那个议员的选区里面，其他的议员都可以走在路上勘灾遇到市长，就只有他自己没办法遇到市长，指责的那个时间点，他自己就不在高雄，他人是在房山。那边他们开延期会，我只是去那边跟他们大家加油一下，等勘灾完了我再过去。检讨起台风天有没有在选区里关心受灾户的需求，蓝绿议员另辟战场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翁玉文高雄报道。